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今重现。我今勤习诸妙法，愿此功德皆回向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啊，各位唯心圣教，啊，任引莲，恭祝阿弥陀佛佛诞，护国息灾，久久法会，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。列祖列宗诸祖灵，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尊人，建国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，三祖时期出游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灵，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所发生战争3762次大小战争，汪蜀军民怨灵和会众等，当下任领年九九法会坛上，各位府中地府中堂上祖先朱祖灵，及各位个人的礼节冤亲债主，及往生未满一年诸祖灵，啊，各府堂上无缘住宿英灵，及各府家中地基主，啊，及台湾地球各地196个国家因农业杀害啊汪时怨灵五阴杂裂出灵，即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，阿弥陀佛。今日今时啊，我们继续来讲解观世音菩萨普文品。在昨天啊，王禅老祖将成就观世音菩萨他的上圣心华，就是六波罗蜜六度万恨啊，一一的阐解给各位理解。任何一尊，任何一位佛菩萨，他
他要成就，都有他的上圣心法。尤其观世音菩萨能受千万人法界无量寿的众生的敬仰和恭敬与礼拜，这是他有他的修行的路径。所以本人40年来，我体悟到观世音菩萨他的大慈大悲，了解到观世音菩萨他成就的心法，就是六度万行、六波罗蜜。也是阿弥陀佛修成正果的六度万行、六波罗蜜，所以观世音菩萨他能成就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。大护法是有他的真理存在，所以我们在40年来，我一步一脚印的学习阿弥陀佛他的成就心法。六波罗蜜，有一天观世音菩萨，就跟我开示，他也是依止阿弥陀佛的六度万行在修行。所以来才能成就为阿弥陀佛身边的大护法。那相对的，王禅老祖大罗金仙、宣风永正天尊，他也修行阿弥陀佛的六度万行，而成就为大罗金仙。所以王禅老祖才能够成就为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大护法，我终于悟了，终于明白了。我感恩阿弥陀佛，感恩诸佛菩萨。每当我想到这里，我眼泪就快流出来。王禅老祖开示我，牢牢记住阿弥陀佛六度万行，依法修行，依教奉行。六度万行，第一，持戒，第二，
啊，布施。第三，忍辱。第四，啊，这智慧。第五，精进。第六，禅定。这六度万恨，太美了。那么，在我们的法文，六爻也就是。六度万恨，说太妙了。开始要持戒，戒除贪嗔痴，人很容易贪，很容易生气，啊，很容易没有智慧。那在生活室，我常常勉励各位唯心弟子和注重神职人员。啊，除了这同修之间相互的包容与成就以外，啊，不要和厝边头尾，左邻右舍，在那边搬弄是非。他明明在生活室吃的、住的，是十方众人所布施的，结果啊，你们在左邻右舍、厝边头尾，一直在讲生活式的是是非非，讲了一大堆。这种行为的人，到最后都要受淘汰，下山去，有的就要死翘翘。因为你的口业造成左邻右舍的烦恼心，啊，造成啊他人的是非烦恼，所以龙天护法在生活室里面啊，不容你，不容许啊，你在这里吃佛的，吃十方众所布施的啊，不知道修身养性，反而在这里造口德。造口业，所以龙天护法就不会让你待在这里继续造业。
所以自动离开了。啊，你离开之后，也不知道要修身养性、修佛、修心、修佛和养灵，继续的排斥，制造各种的是是非非，到最后来，啊，你的祖先守护灵不会放过你，而让你发生各种不愉快的烦恼事，所以我很少与各位聊天，但是你们住在道场里面，吃住都是道场的，反而在这里说是是非非，各种不满，真的很可怜呢、欸，很可怜，很可怜。所以这即是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修口，要修心和养灵。修口，修口头，修心要有慈悲心，要有感恩天地之恩的心，要有感恩十方大众所布施给我们。啊，这里能够住在这里，在这里修行，本来是希望你在仙佛寺修行能成就，结果大失所望，所以一路走来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这就是业报啊。所以王禅老祖啊，要我们为亲弟子要修口啊，不要到处比逃位，去制造是非，有损口德。要修心，时时存着感恩的心，养灵就修成正果。这三个原则，王禅老祖谆谆教诲。相对的，我们今天有大雅道场、中港道场、中心道场的法师讲师，还有护坛的各位贤士啊，你们今天来接这个观音法门，就是要修口德、修心田啊，养真灵，大家都要成就。成就谁呢？成就观世音菩萨的果位。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成就啊，他的条件
就是修心、修佛和养灵。啊，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和王禅老祖所修的正果。接着，六波罗蜜此戒，修布施啊，你们要多布施你们的爱啊。王禅老祖传了妙法、易经、风水和宗教给各位，你们要学好，然后布施易经风水和宗教的精华，布施给善信大德啊，让所有信众大德啊能够过着和谐幸福和快乐啊。这个即是我们今天来互谈，我将观世音菩萨他的心法和当下性的心法融为一炉啊，提醒各位同修啊，你们昏世道场辖内那么多的信众大德啊，你们要坚持六波罗蜜的第二布施，不是去布施爱什么钱，不是虚有救济，而是布施心华啊，三布施：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。财施随顺因缘，法布施就是本为心圣教的三宝，易经、风水和宗教的布施啊。所以本为心圣教虽然年纪很轻，但是为心圣教三布施的法，易经、风水和宗教啊的三大妙法，是世界和平、人间成就啊为净土的上圣先法。所以我希望啊，三个道场的住持法师、讲师及所有贤士同修，你们把这个三布施的法带回家啊，勉励啊，辖内家家户户大家平安，大家幸福快乐，则社会和谐，台湾成就一块人间净土啊。这即是观音法门成就的最基础啊啊。愿我所有维新弟子要牢牢记住，祝福各位。
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，当下法会坛上，列祖列宗诸祖灵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继续来讲解观世音菩萨修成正果他的要领。啊，第一是持戒，啊，第二行布施，啊，我们布施给大家平安的法门太多，很多，啊，第三呢，要修忍辱。啊，我们在人世间短短几十年，呼吸之间也不是过百岁，但是百岁一场空，名利富贵不相逢，所遇到的磨磨考考，颠颠倒倒，无法计量啊！你不喜欢的十有八九，你喜欢人家不喜欢的也十有八九，所以好，我们要学习忍辱，尤其我们学了易经风水和宗教这个上圣先法，你要向亲戚朋友来说明，但是亲戚朋友他不会接受啊，反而会以各种的口气来反驳你。你一定要修忍辱，心存善良啊，你的思想你所学的各有不同，所以人家亲朋好友会讲一些话让你下不了台，站不住脚，所以你就要忍辱。所以家庭与家庭之间，兄弟与兄弟之间啊，因为兄弟之间的成就各有不同，所以兄弟有时候讲话啊，脱口而出的话语会伤害兄弟的感情。那么我们有修行的，我们就要忍下来，然后慢慢的去回忆、回想、反省、忏悔啊，这个对你是有益的，所以不要成了一己之快，要跟兄弟喷，要跟姐妹们计较，家中的姐妹是我们修忍辱的最好老师啊，所以我们要注意忍辱，忍辱
寒山问拾得，啊，说做人有对你不满，侮辱你，骂你，说是是非非，你要怎么办？拾得回答，忍他，让他，不理他，再过三年，看他如何。这个禅机教化了多少人？忍他，让他，不理他。啊，再过三年，看他如何。啊，我们就要自己好好来反省、忏悔，你当时所表达的对与不对。啊，再过三年，啊，这亲戚朋友、兄弟姐妹，啊的表达方式，绝对不一样。啊，你就能知道你的对与不对。这寒山问拾得的禅机，这个也是观世音菩萨日常生活啊，用在他的身上，用在他的周围亲朋好友的身上。所以观世音菩萨他是眼睛看，耳朵听，然后去行，到最后结果你会大彻大悟啊。所以观世音菩萨他的修行法门六波罗蜜，唯愿我们所有唯心弟子啊，一起来修观世音菩萨啊的六波罗蜜啊。第四个就是要有智慧，我们要有智慧，没有智慧处理事情往往是丢三忘四啊，所以用智慧。那么我们的法门要怎么处理才对？那就是黄山老祖所传的《易经》，相对待论，对待论，啊，用意利人和利天，凡事皆沾，你要处理的，这样对不对？一定要沾卦用意，然后再决定。看你的用神啊，怎么样了了分明哎。所以黄山老祖传给我们修成正果的上圣心法啊，愿我唯心弟子能够了解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啊。第五，精进，你用意沾出来的，你的用神和忌神动摇啊，清清楚楚的表达给你看，动摇为忌神的
你就要停下来，重新思考。啊，愁神动了，啊，也表示说你所见还是不具足，所以我们就要停止下来，重新思考。啊，这个即是王禅老祖传给我们的上圣心法，我也一样，常常要向各位发布新这个我的思想，啊，修行方向，我都会用意出来，寄神出来的，表示我所想的法有缺失，啊，必须要六爻安静，四爻要旺相，啊，忌神不要动，丑神也不动，这样所发布出来的果，大家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，用在生活上，是百无一失的。哦，所以我们才能够走了40年，哦，正道的无计其数啊！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，大家要牢牢记住，用意利人和利天。啊，接下来就禅定，禅定心安的境界。我们要达到禅定，灵性你就会发露出来。啊，禅定之后，你所想、所做，啊，都是上圣的心法。所以各位唯心贤士，即当下法会坛上，各位列祖列宗诸祖灵，啊，你们要你们的子子孙孙，啊，能够做到问心无愧，啊，各位列祖列宗诸祖灵，你们就赶快回家，啊，相辉映。要你们的祖祖孙孙来学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的上圣心法，而祖祖孙孙所做的事情没有违背良心，没有违背国法，则列祖列宗诸祖灵也能够成就啊。所以佛说一人得道九族升天啊，这是六波罗蜜的上圣心法啊。唯愿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十方大众能够一起来学易经，啊，一起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呢，啊，一起学易经，做事工作可顺心，不会造业，不会走冤枉路，
否则的话，子子孙孙走错路了。列祖列宗诸祖灵，啊，你们要啊全盘负起这个责任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弘法，是广义的，不是小局个人的私心和行为，所以才有黄禅老祖学易经八宝心法，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，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，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，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，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，而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净，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。到第八条，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，这是本唯心圣教啊修行成就的成佛成为菩萨的上圣心华。啊，八戒真言，我请示观世音菩萨，这样还有哪里不对不足？观世音菩萨开示了，这八句心法，都是台湾地球所有人类都能够应用，这满地大地都是圣人啊，满街都是菩萨，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心量要宽广，要有雅量，成佛啊，大家一起成佛回去吧，一起成道回去吧，阿天父。所以六婆罗蜜啊，学易经发功德，六婆罗蜜是阿弥陀佛修成正果的上乘心法，跟着观世音菩萨也依法修行而成就为观世音菩萨。那么法藏比丘、阿弥陀佛、六度万恨是内修啊，自己不要犯错，只有菩萨的果位，然后要把心量放大，所以法藏比丘他悟了这一点，所以在向数字在往如来啊，说明
他要成就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，要能够成就，必须要有内修，六度万能是内修，四十八大愿，还是外修，内修啊，见性，外修成佛，我们唯愿这个真禅奥义送给各位唯心弟子，送给在座双法界三界万灵，大家一起来依法修行，依教奉行，啊，即得成就唯心世界佛净土，在当下，听有无？所以修行的法义是宽广，是渐进的，渐进的。啊，唯愿我们所有唯心弟子，大家依法修行，依教奉行，啊，必得圆满呐！这一生，我们才不会白走。啊，这一生，你来世间上，与人斤斤计较，计较到最后一口气，掉进入黑暗的地狱，是很可怜的，很可怜。啊，唯愿各位同修们，啊，大家好好。啊，把我今天所讲的禅机密，大家把它记起来。所以我们的法门是内外双修，我们的法门是内外双修，内修六波罗蜜，六度万能，啊，外修四十八大愿，到最后来成佛。回去吧，啊，今天呢以此来回向给各位，现在我们来回向，请大家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还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
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好，祝福各位。